先生你好，请问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？哎呀妈，我以为我犯事儿了呢，问吧。请听题，英国的首都在哪儿 ？A. 伦敦 ，B. 沈阳 ，C. 太原街。你有病吗？我有没有病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请你先回答一下问题呗。伦敦。Congratulations！ 恭喜你获得价值5000元的智能手机作为你的家庭梦想。来，拿着你的手机。真给呀、哦！谢谢啊、哦。你准备把它送给谁呀、啊？送给我自己不行吗？当然不行了，都说了是家庭梦想，必须得送给家庭成员呢。有女朋友呗？上个月刚跟吴大伟跑了。先生，太遗憾了，那我只能把它收回去，再找下家了。再见，大哥，你别的，你干啥？你等会儿。美女，能做我女朋友吗？哎呦我的妈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你抢我鸡蛋呢。是这么个事儿，他们整了个有奖问答，我答对题说给我一手机，现在没女朋友他就不给我了。助人为乐，你最好这么想。没问题，我是他女朋友，你把手机给他。大哥效率就是快，女朋友瞬间变出来。来，拿着手机。大哥，您现在可以选择拿着手机回家，同时也可以继续挑战我们的问题。咋不选择？问题难吗？又是男的都会。你怎么学历？我蓝猫技校蛙挺专业。继续答题。继续。请听题。好。北京动物园坐落在以下哪个地方 ？A. 北京 B. 沈阳 C. 文官屯。这不都废话吗？北京啊！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恭喜你又答对了，是吗？我们这次的奖品将是笔记本电脑一台。哇塞！您准备把它送给谁呢？送谁？送我爸。老爷子搁哪儿呢？老爷子，吴孟达。吴孟达就我爸。爸，你看他都乐了。大哥，你爸范儿挺大呀。是这样的，您现在可以选择拿着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回家，同时也可以继续挑战我们的终极大奖。我想好了，继续答题，拿东西走人。等会儿，怎么说走就走了呢？见好就收呗。终极大奖可是我们在北京市区3环以内精装修房子一套。真的、哦？继续答题，答对了我直接给你当媳妇儿。今天这是要发呀！答题之前。您需要交纳1000块钱的风险保证金，不就1000块钱吗？给他。如果不错的话，前面两个奖品悉数奉还。老公，我看好你，我兜里有，你先拿着吧。不用，不就1000块钱吗？给你，继续答题，请听题。在首都北京有一座世界奇观，长城。长城，哦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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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哥呀，啊，我题还没问完呢。啊，我问的是。长城上一共有多少块砖？撞枪口子了不是？我是蛙的，做梦都想给长城贴瓷砖。一共1795万块，不信自己搁查去。好嘞！哎呀，我高兴一会儿。好嘞！我题没问完呢，还没问完。我问的是，在这1700多万块砖上，有多少个人刻过字？分别都刻了什么？啊嘞！媳妇儿，刻的都是啥呀？哎呀妈，臭不要脸，管谁叫媳妇儿呢？大哥，谢谢你的参与，再见。老公，赶紧撤。哎呀，这刻的都是啥呀？大哥，还有题没？我还想答。不是，你们俩是一家的，来骗你来了。哎呀，关键是吴孟达老师还是比较惨的，摊上了一个这么样的儿子。看看我们三位评委老师对你们本场的表演是否满意，做出怎样的点评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刘晓庆老师。麦克风又使得不是很好，就有点炸，炸了以后其实有一点影响效果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最后，就是你追着他进去的时候，好像不够强烈。那会儿应该玩命啊，1000块钱被人家骗了，那不急了。但是从创意、演技、团队的合作，
这些都没有什么可说的，我很满意。谢谢小青老师。这怎么说呢，就是不是批评哦，太用力太紧张，整个戏他们演的太花丽了，然后看得很辛苦。像这种舞台式的表演呢，尽量还是回到我的，我需要那种自然自然自然。现在我要不要太用力，拼命的用力，很累。尤其是吴孟达老师是不喜欢太夸张的表演的。其实我是很夸张。以后要在这方面，下一期要开始注意。今天这一场，我觉得就有点炸了，就有点炸了。OK， 小心一点就 OK 了。好，谢谢三位评委老师，谢谢。